适逢宜兰县铁道通车百周年，台铁在今天举办了系列欢庆活动，由车龄超过80年的蒸汽机车女王 CT273 展开了一趟怀旧旅程，从新北的福隆火车站前往到宜兰苏澳火车站，又带旅客重温铁道文化，吸引不少铁道迷前来参加。蒸汽机车女王 CT273 慢慢靠近月台，好多人拿出手机就是要记录这一幕，因为宜兰县铁道通车百周年，蒸汽机车女王早上8:50从新北福隆启程，开启一趟怀旧之旅。特别来看回家回忆一下的，对吧？好久没有这样子，很难得的经验，第一次看到，觉得很新奇。台铁举办一系列活动，欢庆宜兰县铁道通车百周年。由车龄超过80年的蒸汽机车女王 CT273 拉开活动序幕，带着旅客重温铁道文化，怀旧蒸汽火车一路前往宜兰苏澳，也吸引不少铁道迷前来拍摄。1924年，宜兰县铁道全线通车，成为宜兰和其他地区连通的方便之门，也影响了宜兰百年历史。台铁希望借由这一趟怀旧之旅，让珍贵的铁道回忆在每位旅客心中延续。记者宜兰综合报道。